请问有人吗？我是来应聘的。客户需要一个高级陪护，照顾客户的饮食起居即可，要求有高级厨师证，有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和客户能够和平相处，薪资10000，你可以的。10000？我也算是楼下猫咖的高级陪护吧，用在这一点那没问题。房间这么乱，我要不要收拾呢？今天管家不用来了。哎呦，对不起，我不知道今天有人在家，我是来应聘的，我立刻就走。站住，要不然我就报警了。这是我家，我没通知过任何人。说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真的是介绍人让我来这儿的，不信你跟他说。我没兴趣找他，你是自己走还是我请你走？他可不耍的了。行，那我走可以。路费报销一下。你们在干什么？泽言，他是谁？我的事情轮不到你来过问。泽言，我真的十分关心你，这些人都是为了钱来的，来历你清楚吗？这位小姐，请问你是在说我吗？闭眼。泽言，我才是那个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要不我先走了，你们俩拿了钱就想走，你还真是不要脸。不劳你费心了，这是我先请的管家，我很喜欢。没什么事的话，陈小姐可以离开了。你也不是说我去把衣柜里第二层的衣服给我拿出来披上。哦，不对啊，我为什么要听他的？照顾好泽言，别生出一些不该有的心思。泽言，这是我炖的鸡汤。晚点我会跟伯母打电话的，告诉她别担心。那我先走了。这不会是狼窝吧？我还是拿了钱赶紧撤。哼，我要提醒你一下，我可是很贵的，你要想清楚。在原有的工资上给你翻一倍，合约附赠3条：第一，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第二，随叫随到；第三，如果出现刚才那种情况，你还要充当起我女朋友的职责。有你我就够烦，我不想出现第二个不相干的人的人生。那我不成专业挡箭牌了？少废话，试用期1个月，明天7点之前到。一杯加州师20000，那钱过不去。没问题，没问题。我叫夏妖，我是一个应聘不齐的打工人，因为我不归老爸，妈妈又生病，我一直都在还债的路上。来，陈子，我告诉你，找到了通往财富的大门。你迟到了，扣1000。上班高峰期，我没赶上公交车。我不想解释。两件事：第一，不能迟到；第二，餐桌上不能出现我不喜欢的东西。别打上坏心，别跟钱过不去。还有，还有，不是就2条吗？还有就是你身上味道太重，又来点。家里不能脏东西，包括你。我好想揍你，可在钱的份上我忍。好的。喂，橙子，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他这么毒舌呀？不然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在我们头上？这也太难搞了吧！一个月顶几个月的工资，难伺候就难伺候吧。谁让他是地主呢？你事前不给我讲清楚，这属于诈骗。你这不是缺钱吗？缝隙口没熨到，领子处的折痕压歪了。我很好奇你到底还能做好什么事儿。还有，你有了解过我今天出席什么活动吗？行程表有看吗？功课不做的话，等着我来做。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10倍违约金，你看着办。还有这么多附加条例，果然资本家都是吸血鬼。现在就去，顺便把午饭准备一下。好的。比翼双飞。红烧鸡翅，调料比例失衡。下一道。汽油双浆。水煮和虾，没有香味。下一道，青椒炒肉，不喜欢，撤了。你不吃了？这是人吃的吗？那多浪费了。浪费，拿去喂猪吧。
拿去喂猪，拿去喂猪。这个是我是。子言，你给我等着！你的咖啡。林总，我来汇报一下北京国特股份公司收支账目以及餐饮管理研发的最新提案。他要干什么？想用速溶咖啡。你是不会用咖啡机吗？识字的话就不用我做说明书就行了。这干嘛？花露水味道太浓了。拖鞋的位置并不在这儿。喂，李秘书啊，我就是有点事情想问您一下。林泽言啊，不，林总，他对吃饭有没有什么忌口啊？不是，我看他最近饭吃的比较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我们林总嘴很挑的，林总讨厌青椒，不吃香菜，好像就连香菇也不喜欢。你要是有良心的话，就别说是我说的。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说是你说的，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特别熟悉，好像不看得见一样。那是因为家里的位置都是按照林总习惯来设计的，每一件东西都丝毫不差。我说呢，开了挂一样。这是新的菜式，你尝一下。天瑶家族的味道应该不错吧？小勇，看来你的公司是不想要了。你尝出来是什么味道了吗？除非我味觉失灵。对不起。如果仅仅是平时改造，那可以说是很难改造。看想完全改变味道还是太难了，下次换个方法试试。看来我的理论不是错。打开窗户，透透气吧。林总，夏游被小报拍到登上热搜了，现在舆论四起。好看吗？好看。我这明明就是误会嘛。启程，换衣服。现在还有闲心打扮？我是说你，换衣服跟我去公司。三弟，帮我个忙。三弟他想约你见一面，好像是借这次绯闻来跟上次钱的事，接下来该怎么办？别管他，愿意的就让他等着吧。那个，要不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帮我泡杯咖啡。你不用看他，给他多个胆子也不会让你过来。我就说他根本没瞎吧。夏小姐，你刚才吓死我了！你先在这坐一下，哪都别去了，我去给你倒杯咖啡。嗯。我已经在索莱咖啡馆等了两个小时了，你那边怎么搞的？再不来，我可就去你公司了。林总，夏小姐不见了。没事，我知道了。你好，请问是三弟小姐吗？好险，我以为钱老板已经够疯了，没想到林泽言身边根本没有正常人。你和泽言是什么关系？你看不出来吗？你这不知廉耻的女人，你就是为了钱。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吧？我看你的公关通稿上承认的挺痛快的，彼此彼此。我们还是有感情的，要不是因为泽言太忙，能轮得到你这个女人？可是据我所知，你的绯闻都可以出一本诊疗教程的吧？
喂，李记者，拍到了吧？衣服2680，裙子580，精神损失费2600，一共5000块钱。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考虑。治不了林泽言，还治不了你了。你又谁啊？我呀，我是你的粉丝啊。哎，刚才你真的拍了吗？骗傻子的吧，新年新。有点意思啊。那林泽言是怎么受得了你这张嘴的？没办法呀，给钱了是吧？等等，你认识林泽言？看样子还不笨吧。哎，小杨，你叫什么？我改时间，外套卸了，给我个联系方式吧，下次有机会还你。哎，等一下，如果下次我还有兼职工作的话，第一个奖给你。没问题，给你个友情价，8折。子言，诺罗都跟我说了，怎么说他也是你的未婚妻呀、他是你们选的，不是我选的。就凭他当年救了你，我可不想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报道。所以你们就找个人监视我。叫人其实我的意思，但也是为了照顾你啊。我还要开会，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我只是去照顾病人的，莫名其妙的上热搜，他被他前女友泼了一身咖啡，怎么这么倒霉啊。要不你还是换个工作吧，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签了卖身契合约，要是违约的话得赔10倍工资。如果你不想，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专薅资本主义羊毛。哎，等一下，我先记录一下，我准备写一场豪门大戏，让那个叫子夜的看看什么叫做艺术。对了，别生气，晚上带你打武器去。林总，这是上半年的公司业务情况，还有些文件需要您签字。把这最近几个月的日常走向汇总，然后分析下半年的事，制定接下来的工作。好的，林总。杯子的位置放这个女人虽然性格直爽坦率，脑袋也会光，但最起码还算服务，起码能坚持到现在。林总，我们收到消息，商会长要给他的小朋友办一小型生日会，这应该是大上会长这条线的最好时机。您看。算了算了，急事儿。又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啊？大哥，我在催稿。我这不是想给你一点喘气的空间吗？一个生日会，去不去？不去。如果这次宴会带小龙去，可没意思。在吗？在吗？嗯？让我逮到了吧，小精灵。喂，喂，小勇，我凌晨有个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呢？没空，有偿的。好朋友，那把你的地址发给我吧。不用，今天那就交给你了。好的。哎呀，我还是第一次等一个女人化妆化这么久，千万别让我失望。我知道了，为什么之前没有见过？该不会是会长的亲戚吧？你真是不管了，就算了。素颜，我们去林总那边敬个酒吧。去去。你在哪儿？拿点钱。爸，你是不是又去赌了？要是还想我活着，就赶紧把钱打过来。耍多好，有啥好钱？没钱留着你爸一手。多少钱？把卡号报给我，顺便告诉他，以后就算他在外面被人打死，跟我没半点关系。这个女的怎么阴魂不散的？她真是为了钓鱼不择手段啊！她知道是你的生日会吗？什么场合都敢闯，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怎么溜进来的？又是你啊，来这关你屁事！一个佣人都敢溜出来参加聚会，不得不说有点本事。你们这些所谓的下流人士也不过如此嘛，一副没受过教育的样子。原来是跟在林泽言身边的人呢、林总真是身残志坚啊，佩服佩服，这都想得去，怪不得没事没有时间。三姐姐，你说是？赵总，你说的对，在某些方面，林泽言确实不如。哈哈，你也承认了吧？哎，你们听听都听听，林泽言的小情人叛变了。吹牛不打草稿，林泽言确
确实行。你算什么东西？吃饭。不好了，夏游刚才差点跟赵红打起来了。走，带我去夏游那里。你有没有事？有没有受伤？你怎么鬼在这儿？我爸让我过来帮会长打点一下，帮忙处理一些事情。苏言，我们一起回家吧，别打扰三弟和会长的人世界。会长，是谁让你麻烦了？哎，你那个小野猫，你太强了，什么话都敢说，我都按不住的。太棒了，就是啊，那个疯子连我都不想和他硬刚。我说你，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敢把他带过来？不是我错，不是我错，我这不是一时好奇吗？想把你气气那个秦大小姐，你坐下，下次不会再来了啊！这么晚才回来，你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吗？行，算我多管闲事，以后这种多余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做，别人说什么说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出来？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你还是在，还有那个人是谁？橙子跟你在一起吗？没有呀，他好像去了三联书店举办的新书签售现场了。哎，橙子，好巧呀，你也来看新书啊？是挺巧的。什么新书啊？什么机会？哎，你也是三联粉丝吗？自我介绍，新书是笔名子夜。不是，我不喜欢他，文笔夸张，措辞庸俗，他写的东西只能用来评评小姑娘。哎，你不喜欢他呀？挺讨厌的。你有读过他写的东西吗？有啊。你点评啊？还行啊。你喜欢就好。啊，其实吧，细读品品真不咋地，深度不够，用词浅薄。你也占据他？嗯。那你怎么还来看他的新书？哎呀，我就想看看他到底写的有多差呀。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特殊爱好。哎呀，既然这么有缘分，那咱们一起看呗。不是，我是来看另一个作者的。你看。啊。好。对不起，不用准备了，我直接去公司。你是陈贤，别烦我。怎么了？火气这么大？书卖不出去了吗？秦小姐有什么事吗？邻座也可快。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能？我就是一个写书的。卢颂。悠悠，你火了，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把你在这里做甜点的视频发到网上，点击量相当不错呢。悠悠，要不你再帮我拍几期，正好这个栏目也是我的主编，赚点外快也不错呀。行，我建议下一期咱们可以先拍那个半手森林泰鱼。哦，对对对对对，前段时间你不是还说这道菜得心应手了吗？毕竟没人挑剔了那么久，肯定有所长进。好，那就拍这个，是时候拿出来秀一把了。哼，食材要新鲜，香味必须保证，处理时要有度，最好精准的人是谁？口感不同。不愧为林泽言，厨艺好像精进了不少。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倒是一副胜人勿近的模样。怎么了？是不是有心事？有话直说可是你的优点，憋在心里可不好哦。也是，一点都不像我。来，怎么这么黑啊？嗯，这是什么？摸够了吗？摸够了，把门带上。哥哥干了什么？林泽言，我想跟你聊一下。好。不如我们出去吃吧，我知道有一家店特别不错，很适合聊天。林总眼睛受伤后几乎从不会踏足任何陌生的地方。夏悠，你怎么总是口无遮拦，不长记性，就恨还没忘忧天新仇。那个，我其实突然想到在家里就挺好的，大晚上的也不方便。夏悠，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里吗？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是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不会因为我看不见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以前不会，我希望以后也不会。那你可要抓紧我，小心我把你丢在街边。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当然，绝对美味，绝对一绝，特别好吃。老板娘，给我来一份炸鸡排，再来两份泡面。好嘞。
油烟味这么重，卫生肯定不良，而且人多又嘈杂，要不我们还是……怎么样，好吃吗？马马虎虎，还能吃吧？哎呀，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尝尝这个，这可是他们家的招牌菜，特别特别好吃，保证你吃过了之后念念不忘，吃过了还想吃。要不我们拍张合照吧，纪念一下第一次吃路边摊。不要。来嘛来嘛，我们来拍张照片嘛。男朋友真帅啊。他不是我男朋友。你再尝尝这个，特别好吃。淡定淡定，这可是甲方爸爸，我怎么能对他有非分之想呢？淡定一点。其实那天在宴会厅上，我不是故意给你惹麻烦的。没事，其实我都知道，谢谢。啊，你说什么？没什么，吃饭。这家炸鸡排真的很好吃，对吧？我就说特别好吃。那我之前没来过，也是第一次，下次我们再来好不好？请快躲开！谢勇，谢勇，你怎么了？谢勇，林总，昨天的劫匪已经被警察抓捕归案了。嗯，知道了。林总，刚才的创意提案您觉得怎么样？哦，我知道了。林总，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呀？有话快说。行，那我先说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呢，你的未婚妻又出来搞事情了。她这次找我帮忙，让我知足下忧，顺便攻略一下你的心，待遇非常的丰厚。看来她还不太了解你。不过我要采访一下你，这么多女生为你大打出手，林总作何感想？别拿我跟你比。行，那这样，我觉得夏勇这个人挺不错的，要不我约一下他。好消息是什么？这个好消息就是嘛，我来了不就是好消息吗？没想到蓬荜生辉吗？喂，保安，上一下。别呀，我跟你说个正事。你觉得夏优这个人怎么样？我还有事儿，你可以先走了。哎呀，要想知道女孩子的心思，你就要知道她的反应。比如说美色诱惑呀，近距离接触呀，你只要发现她有下意识的反应，哎，估计你就有戏。我还有事儿，你先走吧。别呀，你说我在这儿吧，我还能给你支个招。你知道吗？夏优最近搞了个美食栏目。哎呀，我们也可以搞一个这样的活动啊，征集各路吃货。激发一下敏感嘛，对吧？我们的筹码开得高一点，还怕有人不参加吗？这叫什么呀？集思广益。这么好的机会，既可以给夏优提供机会，又可以好好的宣传一把公司，一箭双雕啊！哎，创意美食比赛，有兴趣参与吗？要想知道女孩子的心思，就要看她下意识的反应。家里空调是不是坏了？怎么这么热？没有啊。他要干嘛？今天这是来哪个问题啊？我感觉气很大。别看，这是光，这是色。哎呦，我这不是闹吗？是没有命？你。怎么了？眼睛疼吗？喂，夏勇，你在哪？你没事吧？我当然没事了，你在说什么呢？赖总，赖总，发生什么事了吗？伯父刚才过来找我借钱，说你出事了，着急用钱。他拿了你多少？你为什么背着我向小红借钱？你懂个屁呀、啊！我本来都快翻本了，就差一点点。你以后不要以我的名义四处借钱，要不是因为妈妈，你以为我会管你吗？以后你在外面无论要死要活，都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跟你说，这女孩子嘛，就是用来哄的。干杯！这人好像夏优啊，你一定是眼花了。这就是夏优啊，他怎么在这儿？你怎么知道？你去跟他说几声。林总来了也不找我？哎呀，滚！你没看我这忙着吗？
你干什么？我不喝，快点！不能让橙子知道我这么认真，本来就是谨记账号的，再讨厌凌晨，我们怎么混的？来，扣子。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哎呀，真不是我带他去的，纯粹是个意外。热水器就要我这人，我还有事。你别碰我，我还能喝。林泽言，疼。哪里疼？这里。你没吃饭吗？就这么疼。那这点事都做不好。来，吃药。我不吃，我不吃。听话。妈妈，你为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别走！我好疼啊！我怎么在这儿啊？我昨天是去挣钱来着。不会吧，我真是做大事，林子怡现在不会想杀了我吧？喂，橙子，你说一个大魔王突然对小绵羊特别好，这是为什么？养成系呗，养肥了好下口。啊，编剧的脑洞都这么大吗？哦，对了，我决定参加那个创意美食比赛了，我一直都相信你可以的。我有个朋友，是朋友。他有个老板特别难搞，但是经过几天的相处发现其实人也还不错，就是那种典型的外冷内热，所以他就有那么一丝丝的心动，不对，是良心发现，所以 我该怎么劝他呀？其实吧，你可能你这个朋友可能并不是真的喜欢他老板，只是被这种反差给吸引了，对不对？这样，你让你的朋友尽可能与他的老板保持距离，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解析一下自己，一时的冲动总归会淡下去。恢复的比想象中要好许多，继续保持。今天怎么没见你女朋友过来？往常不都是她陪着你吗？我眼睛好转的消息先不要告诉任何人。哦，我明白。毕竟当年那场事不是意外，还是还不好说。泽言，你怎么自己就走了也不等等我？报告怎么样？给我看看。我妈说她最近想你了，想叫你回家吃个饭。最近工作有点忙，行程比较满，下次吧。你次次推脱，次次找借口，是不是对我妈有意见？还是你不想见我？我确实比较忙，你要是觉得我找借口的话，欢迎我。思源，我不是不相信你，是我太心急了。那你先忙吧，我和妈妈解释一下就好。知道了。怎么样？没怎么样。没怎么样？怎么，美男计不好用是吗？那这样，那我们就试试欲擒故纵。你平时就多刷刷存在感，等他习惯了，哎，就对他爱答不理。哎，我就不相信了，他还能逃过我的手掌心？你的手掌心？你这个朋友的老板挺厉害呀，欲擒故纵的本事都使出来了。36计你听说过吗？以退为进，给我装糊涂。啊？你朋友叫你装糊涂。我最近做了个新菜，帮我试一下吧。没空。那帮我试一下嘛。忙呢。哎呀，帮我试一下嘛。坐。豆腐味道太重，不适合做甜点。按照林泽言的建议改进，应该可以赢得比赛吧。太辣，没有口感。下次再做这么难吃，扣工资。知道了。这人也太调皮了吧。为了美食大赛，我忍。美食大赛现在开始。下游小组第一轮比赛晋级。现在开始第二轮晋级赛。去把下一个食材给我冻点熟了，麻利点。
很荣幸各位能参加这次总决赛。比赛开始，再次强调一点，为了保证本次比赛的公平，本次比赛不能够使用除餐厅准备的东西之外的食材，否则取消资格。程璐，你看见糖了吗？没有哎。没有糖，那我们的菜没办法做那么美味了。不行，我一定要得第一。比赛结束。林总，这是评选的最后两道菜。第一道菜，玉带前丝。这道玉带前丝创意新颖，敢于食材之间的搭配，将食材之间的味道均衡淡化，还带着丝丝甜味。不过这不应该是糖带来的吧。第二道菜，展翅翱翔。这道展翅翱翔面浓而不腻，很够滑口，火候把握不错，可以说将鸡翅的精髓都拿出来了。那你这一票是？我宣布这场比赛的获胜者是夏优。哇耶、那你这一票是优米玉带前丝。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你知道吗？我今天去参加个比赛，拿了一等奖。哎，一等奖就高兴成这样，一点长进都没有。看在我赢得比赛的份上，不给你计较。那送你的小礼物。就开心成这样，退步了。我这是为了给某人面子。你应该多笑笑，其实还挺可爱的。老实交代吧，上次的比赛你是不是暗箱操作了呀？这个味道也只有他才做得出。你笑就代表你默认了，你不说话就代表这个事情有问题。你朋友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比赛前还对我不是，对我朋友爱答不理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老在我面前瞎混。说吧，有什么新进展吗？没什么进展。没什么进展？你看你胸前这条领带一看就不超过500块钱，肯定是他送的。不过看你的样子应该不是特别舒服。你告诉你朋友陈朱祁，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这是36计反客为主，看样子应该是猜透咱的计谋，趁早离开为好。这个男人不仅不简单。这么大个人了、还能把自己弄好？怎么这么躺？你赶快躺好，我给你冲一杯感冒药去。你怎么来了？听橙子说你生病了是吗？我来给你送点鸡汤，也好得快一点不是？那你进来吧。来。还是你靠谱，橙子那家伙都不知道来看我。好看吗？这鸡汤怎么炖的？这么好喝？橙木是吧？时间不早了，下游该休息了。如果你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就先回去，恕不远送。你干嘛？我只是……装可怜的吧，我是真的可怜。程子，你知道夏悠现在在哪儿吗？我想找他有点事儿。叔叔，悠悠一个人已经够辛苦了，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悠悠额外的负担了？赌博真的伤人伤己。程子，我已经戒了，真的。叔叔找夏悠呢，也是想看看他过得好不好，不会再给他添麻烦了。我真的已经戒了。夏悠现在挺好的，现在正在安澜小区给林氏集团做管家，不用担心。哦，程子。这个季节怎么就开始感冒了？可能着凉了吧。诺诺怎么没有来？他知不知道你生病的消息？夏瑶，帮我去拿药。我不会跟秦洛洛结婚的，我只能保证像亲妹妹一样照顾她。之前没有明确拒绝，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喜欢的人，现在有了，所以我必须要和秦洛洛划清界限。恩情是恩情，感情是感情，不能混为一谈。
呦，我刚刚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我的眼睛虽然看不清，但心能够看清。夏瑶，相信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治好眼睛，给你一个未来。刚刚是有阿姨在，我可没说要跟你在一起，所以想没事。有人来了，温度计看一下，情况有点严重，需要打针。喂，一下就好，要不然病会更严重。等你好了，姐姐给你做好吃。看来林子阳有这么小孩的能力。喂，吴编辑，我这里有一个美食参赛作品，非常不错，希望你这边能够出一档美食评论，顺便把菜谱的信息公布到网上。夏雍，看你这次怎么解释。应该是这里，没错。我不是来找林泽言的，我是来找你的。我跟秦小姐应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吧？就因为你那个比赛，林泽言马上就要被公司踢出董事会了，你知道吗？你什么意思？看来你不知道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多呀。林泽言把你保护的像个废物，你凭什么站在他身边？你跟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儿，你们两个是不可能的。我是他的恩人，就冲这一点，林氏绝不会放弃我，林泽言也不会忘记我。你要是为了钱的话，我劝你趁早离开，我是一定会跟他结婚的。我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钱，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参加创意美食展？为了梦想吗？我凭自己努力挣的钱有什么不对吗？你难道不知道美食展是林泽言公司举办的吗？你在赛场上是什么小手段，当真没人知道吗？林泽言最讨厌撒谎的人，你说他如果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会怎么想？有没有兴趣猜一猜？林泽言为什么没有告诉你这个比赛是子公司举办的？是因为不信任我？为什么他会知道食材的真相？夏悠怎么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我替你请了礼药，司机已经到了，我就不陪你回去了。哎呀，我的林大少爷啊，刚才是不是演了一出后宫争斗大戏？什么争斗大戏？别装了，我都看见了，那个秦诺诺气势汹汹走出医院。司机给我打电话了。喂，泽言。秦诺诺，你有事就直接对我说，趁我还有好脸色把身上的数字收回去，不要问该动，否则我会让整个秦泽言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姑姑，泽言又给我耍小脾气。林总，夏优的创意餐品登炒条了，有人爆出夏优制造菜的食材不是餐厅提供的，好多人都在质疑夏优的资质和大赛的公正性。我要怎么跟林泽言说这件事情？我是直接跟他说。爸，你怎么在这里啊？你爸了点钱，我差一把就翻盘了。你要多少钱？你有多少就借我。我就这么多了。证明啊，这里都住的是富豪啊，你就这么撒谎两嘴就把我打发了呀？爸，你放开我！别碰他，要钱是吧？拿去。别多谢，别谢。你为什么要把钱给他？他就是个无底洞，还不起的。不需要你还，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帮你的。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有个赌鬼父亲，还是病重的母亲。林泽言，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过得无忧无虑，钱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难道不是我的钱就可以了？我只是不想欠别人什么，这是我的底线。所以你就去参加比赛，就可以没有底线？比赛是因为我本来以为你不一样，现在发现你和那些人也没什么区别，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做一样的事。好巧啊。每次在我伤心的时候都可以出现。啥？我还好。走，带你去个地方。记不记得咱们以前经常翻墙过来玩？时间过得真快啊。承诺，你说我们未来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吗？其实我想要的就在这里。别装了，我都看见了，那个秦诺诺气势汹汹走出医院。我只是不想欠别人什么，这是我的底线。帮我查一下微博背后的最近操作者到底是谁。谢谢你开导我，我心情好多了。要不今天别回去了，这是我的工作，迟早都要面对，不是？你刚才去哪儿了？林总，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晚餐。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让你难过，我只是希望在我身边你可以永远做自己。怎么反悔了？昨晚你可不是这样的。我还是个病人，你想谋杀亲夫吗？你放心吧，你父亲的事情已经交给秘书去处理。那比赛的事情怎么办？不用担心，我会处理。这是我妈让我给她喂了儿媳妇的。夏瑶，以后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告诉我。我要你有什么用？连个男人都看不住，只知道哭哭啼啼。夏洛洛，你有事就直接对我说，趁我还有好脸色把沈城的手下收回去，不要动自己不该动的人，否则我会让整个寝室都知。就花钱撤下了热搜，找了其他熟悉的美食评论家发通告，并将错误揽到了公司监管独立和没有提供有效食材的原因上，同时对其他参赛选手已经得到了相应的赔偿，并将这次美食展所有的餐品免费提供给周围的贫困小学和孤儿院。最近的微博反应来看，社会上对这次我们的行动给予了很好的影响，同时也把对公司的股价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这次大家的行动都很不错，这件事就过去了，接下来汇报一下各部门下半年的规划。你这是何必呢？哎，就是啊兄弟，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自己话可说。行，兄弟，干了这杯，时间会冲淡一切。哎呀，放心吧，男人的恢复期很快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停车。渣男，你以为每个男人都和你一样？你就是张嘴。陪我去加班吧，我工作的时候需要人辅助。我要怎么帮你啊？你平时工作是用电脑语音吗？还是需要我帮你看什么内容？当然是有他们做不到的事儿。这一情书都是羡慕你娘娘的点，我一个都看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是，今晚的月亮好美。你也是。今晚的月亮啊？你骗人啊，才不是笨。比想象中的要聪明吗？那当然。挺骄傲的嘛，不知道为了这场演出受了多少苦。哎，我跟你们说，不愧是总裁夫人，不可剖心啊。哎呦，谁说不是呢？太阳林总的眼睛。要不要到临时公司旗下的餐厅工作？不要，我不太适合吃软饭。不过说到美食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做些创意菜，你觉得怎么样？也不是不可以。像你这么调皮的人可不多。那我还挺幸运的，有你这么个小麻烦。小麻烦我还喜欢我。我也这样。喂，你说什么？悠悠，你怎么才来？程默要出国，你快去劝劝他吧。程默，你确定要出国吗？我决定出国深造，我爸催了我很久了，让我去外面谈一个长期项目。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这么突然？我不是一时冲动，我之所以一直留下来是因为我有放不下的东西，现在知道他很好，我也算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说的人是？虽然那告白是真的。还记得你那天问我的问题吗？我最真实的一直就在身边，就是你。行，
我已经知道你的选择了，只是这份心意还是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你，我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如果我当初有勇气，我一直都相信你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照顾好自己。什么味道？没事，我已经处理好了。你手怎么了？都怪我，出门忘记关火了。没事，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发生什么事了？程木他要出国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出国深造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吧，就不要难过了，别担心，有我陪着你。你的手，你是怎么自己处理伤口的？我视力现在恢复了，大概40%。真的吗？照这样下去，那岂不是快要痊愈了？如果你每天亲我一下的话，我会好得更快。其实以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已经是个奇迹了。但如果想要痊愈，以我们医院目前的情况，这是不太可能的。喂，你们在哪儿？我马上到。我警告你们，不该动的人不要动，我会放过你的。本来不想吓到你，但凌晨突然玩失踪，那我们大家一起认识认识好了。我跟凌晨不熟，你们是不是误会了？熟不熟我知道，但我只给你们10分钟。到了美国要好好生活，注意安全。我会的，走了。厨子怎么不接电话了？你可能还在赶稿，明天亲自去找他。我不准你想别人，以后你的心里、脑里只能装我。怎么样？是不是心情舒服很多？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你的眼睛能赶紧好起来。住手！你要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别跟我装糊涂。我的前女友从这儿可以排到法国吗？跟你只是玩玩而已。凌晨，你疯了？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不要牵扯不相干的人。原来是想做你的小情人，该不会又是你的小淑女吧？看清楚没有，这就是你们子夜大的人品本性。住手！我以后不想看到这个网红了，听到了没有？他说什么？不行，我是正人君子，三七十二，三七十四。虫子，你是不是和我没有关系？林总，我这有份文件，是夏优得冠军的事又被挖了出来，还被诬陷。无中生有的事儿，调查清楚就好了。上面有夏优爸爸的签名，这就相当于已经坐实了。最怕我们再怎么调查，也只会被人说造假。处理不好的话，恐怕夏小姐会有牢狱之灾。给我查清楚，到底谁搞的小公主？林总，夏小姐出事了。夏小姐并无大碍，只是受到些惊吓，休息几天就好。还好送来医院比较及时。林总，这是您让我查的文件，现场还找到了这个，应该是背后的人留下的。林总很聪明，不必猜我们是谁，我们只是拿钱办事儿。这一次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如果还觉得自己是万能的，下次不这么简单了。我这在哪儿？虫子，你去哪儿啊？你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没有一句真话？这么耍我好玩吗？我就一个普通人，请你以后别再插足我的生活了，好不好？啊，等等，绳子，我刚才说的话是故意骗他的，我是怕你受伤。那你是子夜这件事呢？我不是想故意瞒你的，我是怕你讨厌我。绳子，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如果不喜欢子夜的话，我以后就不写文章了。绳子，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你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那你听听我的心吧，绳子。
就拜托你了，海人。我会尽力。程璐都两天没回我消息了，他不是出什么意外了吧？搞不好正和凌晨在一起，不方便回。对啊，我现在就给凌晨打电话问问。喂，凌晨，橙子跟你在一起吗？悠悠，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了。你们昨天就在一起啊？你现在在哪？我马上过去找你。哎，不用了不用了，我跟你说，橙子现在可好了，别打扰我。真的吗？你真的有把握吗？没错，这个手术我可以做。子妍的眼睛终于可以恢复好了。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会找我而不是直接找林泽言呢？你以为呢？韩院长可是眼科界的佼佼者，之前一直在国外没回来，也不接受邀约，这次是因为有我托了好些人才决定过来帮忙的。你会有这么好心吗？我确实是输给了你，但是对于泽言眼睛这件事只有我可以做到。想要我帮忙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只要你答应，你妈妈的病我也是可以想办法找人治好，你自己选吧。可别告诉林泽言啊，这可是我们的小秘密。别担心，明天的手术会成功的。等我手术之后，以后你可要好好陪我。泽言，我找到可以治你眼睛的方法了，你的眼睛可以恢复了。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的模样了，没想到韩院长竟然在眼科方面又有所突破。等我眼睛好了以后，我们就结婚好不好？一定会好的。你脖子上的项链是给林家女主人的，你既然戴了，就不能放过你。等明天手术成功，我一定会第一个为你站到上的，让你好好看看我。我一定会好好看看。按原计划进行。好的。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里吗？以后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告诉我。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你的眼睛能赶紧好起来。你知道扣一千。再见，林泽言。泽言已经要拆线了，像电话怎么打不通呢？你在这守着吧，我去找悠悠。我总觉得心里很不安。泽言，你能看得见我们吗？这次手术很成功，赶紧接下来，注意休息，做好护理，我可以远游东方。夏悠出了点事情，没来得及跟你说。休息一下，我要出院。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住院，万一到时候……休息。原谅我不辞而别，我要走了，太难了。夏悠，你知不知道，我睁开眼第一个想看的人就是你。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懂。到底什么情况？一群废物！林总，我们本是按照原计划跟着夏小姐。我不想听理由，找不到夏悠，你们全都去非洲沙漠种树，一个都别回来，滚！是夏悠。聊聊吧。聊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夏悠去哪里了，是你做的手脚吧？说不说关我什么事？不说的话也行。如果林家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的话，你还会成为泽言的未婚妻吗？我承认我是给他提了一点建议，但是我只是想让林泽言留在我身边而已。至于夏悠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夏悠人还好吧？离开林泽言的人现在已经去了。可以了，我不需要知道他现在去了哪儿，我只需要他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林泽言身边。
是不是心情舒服？苏言，林泽言，你愿意看这样一个小网红都不愿意看看我是吗？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对我？你到底想怎样？我都可以答应你，只有一条，别妄想我娶你。林泽言，你会有报应的，你永远也别想找到夏幽。亲爱的橙子，我一切都好，国外的饭真是太难吃了。原来你是为了妈妈和林泽言才答应了秦洛洛的条件，选择出国的呀？现在才告诉我，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对不起，橙子，你别告诉别人啊。好了好了，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放心吧。那你什么时候回国呀？我现在也准备结婚，还想着回来半年呢。出国都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呀？啊，橙子，我真的确实有点实现不了。怎么是这样？还没聊两句就说，真心情。有过之无不及啊！而且那出席公共场合啊，什么聚会啊，那身边的女伴从来没有一个能出现两次以上。对了，我有好几次路过总裁办公室的时候，看见总裁桌子上放了一张人的照片，是不是总裁还没有忘记那个夏幽啊？哎，林总来了。夏幽，你在哪里？你看，我一直是生活中的一切一尘不变，希望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不会觉得陌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阿信，我去办公。林总，文件的事情查清楚了，是秦洛洛，他把夏幽的爸爸安排到了别墅，我目前还没查清楚，估计是想威胁夏幽小姐帮忙做什么事情。公司这边的内鬼查出来吗？种种线索指向了集团里的赵总，之前有话直说。之前夏幽小姐受伤，好像跟他有关。夏幽，你到底在哪？喂，你下来吧。你怎么才到？我等你等到现在了。哎喂，哎橙子，啊，你找我有事是吧？啊，我现在回来啊。你过得还好吗？你还是这么不会聊天。这个是你的孩子吗？你这次回来还走吗？找你半天了，凌晨你在搞什么？那个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橙子，等你好久了，我们一起走吧。这是夏言佳怡。橙子阿姨好。你和谁生的？吃饭都不认嘴。叔叔好。Daddy 好。你为什么叫我爸爸？妈妈说的。妈妈还跟你说什么了？妈妈还说爸爸的名字叫林泽言。你都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怎么还不知道好好休息啊？看不见，看不见我。喂，好好，好，我马上来。啊。杏言，程佳怡带你去玩好不好？不要。夏言乖，妈妈等会儿就去找你。嗯。去个地方。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真相？你都知道了。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我只是害怕秦洛洛和公司的事情会伤害到你，毕竟我的眼睛也没有痊愈，所以我不敢拿你的幸福做赌注。为什么不让我陪你一起面对呢？我不敢冒这个险，一想到你受伤害我真的很怕。我还以为你把戒指给别人了。他这属于你，这次说什么也不是你好的。哎，等一下，你信用上那些绯闻女友呢？演员。你还找女演员？付钱的那种吧，群演。这几年票认真点。